在武汉，我们是第一家开的。哦，然后我们要不开这个正阳台，就没人知道正阳台。现在是不是很多人模仿你家？太多了。正的有羊排、羊腿，有两斤的，有三斤的。三斤的是238，两斤的是168。咱们店里没有堂食，一般都是打包带走，6公里以内是免费送。哦，6公里免费送。对，我们都是先泡雪水，然后泡完以后，然后再腌制，腌完以后再蒸，腌大概得腌个4个多小时，4、5个小时吧将近。哦，蒸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。哦，得6个小时才能吃啊。6个多小时的，可以提前预定。咱们这一天能卖多少斤呢？一天最少得卖200-300斤。这个羊好像看着都挺嫩的啊。对，都是新鲜的羊，每天现送来的。哇，看看啊，这么大一个3斤羊腿。238，完了，真香啊！羊肉特别细腻啊，入口特别滑。这种蒸的羊肉，对这个羊肉要求的品质必须要高。如果要是差的话，蒸的就不好吃。蘸点韭菜花，不愧是满汉全席第一道菜啊！这小味儿能挡着，蘸料就4、5样。蘸点干料，怎么吃都好吃。最重要的是它不膻呐，这个羊肉本身那种味道特别香。来，我们卷个饼来。这小味儿啊，嘎嘎上头。想吃这口的，整一个试试吧。